全球暖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温室效应让海平面上升，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为了增进环境绿化功能，达成环保减碳并且繁荣经济的目标，台中市的三生农技公司从十多年前开始就投入大量资金跟时间，组织许多志同道合的民众以慈悲心来种植沉香树，并且研发最新的栽培技术，利用大面积快速造林，增加水土保持的功能。除了可以很快地获取高价值的沉香木，也能保持地球美丽的样貌。公司的使命是要为地球种71棵树，那为地球降温2度，这是我们公司的使命。因为在早期，在应该十几年前，那我就得到一个启发，这个启发就是全世界现在地球越来越热，然后沙尘暴、环境污染，那我当时就下一个心愿，就是我这辈子要赚的钱，我就希望能够为世界多种一些树，种树不需要我另外赚钱来种树做慈善，反而我觉得树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而且我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两种树，一个是台湾国宝树扭樟树，一个是全世界最疯狂的沉香树，所以我觉得来尽量种这个树可以产生很高经济价值，我们就能够达成这样的使命，为地球种71棵树。三生农技董事长陈山荣锁定高经济价值又能绿化环境的沉香树，在全新投入沉香树的种植市场之后，经过多次的研究改良，终于在最近几年成功开发出全世界最先进的土下排水技术和植菌技术。这项独家的沉香木栽培技术，首先是在成长中的沉香树附近地面钻洞进行灌水工程，让土壤有足够的水分，加速树木的养分吸收，接着利用人工帮沉香树吊点滴，让沉香树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开始结香，大约2年就可以采收高品质的沉香木。微生物真菌来做这结香的这技术，它要达到一个，我们是希望是三高一稳，就是高产量、高效率、高质量，然后一稳就稳定的，它的质量是非常稳定，不会像早期时好时坏。就是这项以不同菌种适应不同气候的创新技术，让三生农技公司大幅增加沉香树生产速度，提升沉香木产量，提高沉香木的产业价值和经济效益。那这样的技术非常的卓越，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的结香呢大概缩短到只要2年就可以采收。那这种植菌的技术也非常的厉害，就是只要打进去大概一个礼拜，你检查就已经全部被感染到了，就可以知道说它已经感染开始在结香了啊。那第二个，它的成功率非常的高，超过99%以上，就是100棵树里面只要打进去，保证99%棵树都可以结香，而且品质都相当的高。目前沉香树已经被联合国列入濒临绝种的植物，世界各国大多限制沉香进出口，更凸显出沉香的珍贵和价值，在全球各地都能看到各种珍贵的沉香艺品进行交易买卖，品质优良的沉香木价格相当高，每公升的沉香精油售价大约是新台币30到900万元，而每公克的水沉更是超过新台币4000元。三生农技相当看好沉香木的市场，投资大笔资金到海内外各地，除了公司本身种植大面积的沉香树之外，也辅导协助农民投入沉香木的种植工作。经过10年的研发，超过几千万的投入，加上超过10000棵树的这种死亡的那个研究之后呢，我们得到了这样技术，就是第一个，它在所有全世界同样沉香树里面，我们的产量大概增加至少5到10倍。第二个呢，它的品质跟天然沉香也差不多，就是天然沉香所需要的甜味、凉味包括它的那种花香味或是乳香味，这全部都有。第三个就是它出来的品质树不会烂掉，而且它的会变得更硬，所以将来可以做雕刻品，所以等于是把整个产业做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这样来做的话，除了公司，还有很多人可以受福，还可以创造非常多的工作机会。就是因为三生农技董事长陈三荣开发出先进的沉香木栽培技术，坚持为社会尽一份心的理念，三生农技吸引了许多民众一起加入种树救地球的行列，经常前往各地的实验林区，一边学习栽培沉香木的技术，一边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希望结合大家的力量，达成种树救地球的目标，并且把这样的环保理念传达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参加到这边来，认识一群很好的人脉，很好的团队，尤其像三龙老师、志正老师，他们无私的奉献、大爱的精神。因为我们的使命是要为地球种70亿棵树，然后呢，台湾的部分种2000万棵树，为地球降温2度，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我们要一起来完成。种树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种树可以救地球。那最重要就是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种树它是一个非常有经济价值的一项事情。这树啊，吼，我感觉种落去，因为伊的价值真大吼，所以咱的农业已经这么久以来吼，无法度讲吼，让咱这农民会当吼较轻松啊，赚到钱吼。啊，所以这个丁香吼，咱种落去了后，伊的价值性真大。目前三森农技在东南亚的寮国、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和台湾各地都有自家种植或是技术合作的沉香树林。三森农技的目标是在全世界种植71棵树，不只可以美化环境，让空气变清新，更可以提高种植农民的收益。整个计划成功完成之后，预估可以帮助地球降温2度，有效减缓全球暖化的现象。一方面让全世界对台湾的农业技术刮目相看，一方面再造台湾另一个经济奇迹。记者李建莹、刘伟群，台中云林报道。三森种树来救地球，再一次来三森种树救地球，三森种树救地球。